什么令耶挂挂挂挂歹意？你没有遮到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没那么瘦嘛。嗨，大家好，棍是猫，不是我不是猫，棍是人猫组合 ，Smalling and 便便，我给阿弟们讲咪哦，书面真的咪，不是假的意思。好啦，其实不是王白人，就是有一天回厝的时阵，看到厝内有两箱咪。你有钱吗？买袂到的咪？是吗？听讲足厉害。伊讲是咩？伊台湾的，一个是蜂蜜麻辣刀削面，缎带。缎带面，打开看看。哇，就是你个，你看。油包、导油包、香包，里面有个重点。什么重点？你看它的口味叫什么？胖饼还是包？这包看起来是你了。这个是椒盐甜辣关庙面，这个就是泡面的感觉。关庙面两包尔，包导油油包。你看你按的就是米，甜点就是羊肉豆花，切块熬一只。好啦，这个哇，吃起来袂歹诶，蛮香的诶。啥咯？油皮，足厚诶，胖饼。一点仔拢唔通浪费，是不是？配着香槟的是花椒的味，花椒的才有。OK， 我先吃这个椒盐甜辣关庙面，因为伊皮起来较安全。不嗲，这个可以哦。点仔一点仔香，鲜甜甜味啊，调味是好食，这个面较有口感，对。也、欸、不要吃那么多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哎、欸。可是很好吃哎、欸，棒棒假香呢。啊，我姐不敢假香，没人要吃。蜂蜜麻辣刀削面。哦。嗯。哇，我的嘴也麻哎。麻。麻，我的嘴也麻哎，就刺激了吧。那是你介意花椒这款麻的感觉？这个领域的感觉，又咸又麻哎。那、啊、气味的整体气味、嗯、是香的啊 ，OK 啊，加这个关庙面感觉有一点仔口感的，面我感觉是 OK 啦，面我无啥物心得。那你觉得这样卖多少钱你会买？50块，因为足大份诶。那他卖一包30块，你觉得 OK 吗？OK， 就叮当的这面，我觉得分量饱死我了。在台湾吃这么多泡面，这个会排到第几？我没有办法排，因为我吃太多泡面，但是我有吃印尼印度米。印度米，那觉得它跟印度米比起来呢？印度米差不多，印度米好吃。可是印度米的面没有那么好吃。它就是泡面啊，印度米嘛是我细汉吃到大汉的物件。那你评价一下这两个，你会喜欢哪一个？椒盐。可是你知道卖最好是哪一个吗？我知道啊。你有钱买不到现在。因为我意思讲，伊介一罐就是每个人的口味无同啊。你不要给我来哦。你不要吃哦，好。你不能吃。好，来总结一下，一包30块，刚刚安怎？袂歹，袂可以。毛利五千嘛，袂袂着。哦，这摆袂袂着。就拍袂。不要紧啦，今仔日按得袂歹诶，这个椒盐诶就好啊，足大包诶，这个旁边麻辣，麻辣是什么？旁边麻辣，刀削面就好，放着你准备食。袂歹袂歹，我看这款七点七零，加快熬一只咯，拜拜。我鸡肉诶，给我来配一下。